孔刘在去年底开始 IG， 原本期待可以常看见欧巴更新日常生活，但上篇发文是八月，露脸照也相当少。孔刘终于在近日晒出近况照，画面中他穿着休闲帽 T， 搭配黑色鸭舌帽，准备出海钓鱼。下一张照片，孔刘露出灿笑，晒出巨大战利品，竟然是一只75公分的超巨真鲷，网友纷纷留言表示。后来孔刘放生真鲷并许愿，因为我放你走，让我的作品都能顺顺利利，再见了我破纪录的真鲷。下一张照片却是看着远方配文肚子饿，可爱模样让粉丝的心融化。孔刘热爱钓鱼， IG 上常常晒出钓鱼认证照，粉丝笑他不知道账号是孔刘的还是鱼的，更超万希望孔刘爸快出新作品。